女同事穿了一件低胸装，我假装硬了一块钱，告诉女同事钱掉了。女同事捂着领口捡起一块钱，一个白眼，一块钱还想偷瞄，过会不甘心，一咬牙扔了10块钱。女同事叹口气道，哥，要不这样吧，你直接给我100块钱，我让你拽着领口看咋样。你妈，我怂了。